Hi, my name is Su-Lien. Do you know why the Chinese people use animals to represent the years? This is the year of dragon. Do you know what number the dragon comes in? Today,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story of the 12 Chinese Zodiacs. 很久以前, 玉皇大帝想用一种让大家都很容易记的方式来算年份，十二生肖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玉皇大帝邀请所有的动物来参加比赛，最先到达终点的十二只动物就定为十二生肖，代表年份。很早以前，猫和老鼠是好朋友。 猫说：“明天我们要早点去，不要忘了把我叫醒。”第二天天还没亮，老鼠就起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自己就走了。老鼠很快地到了一条河，比赛快开始的时候，猫也到了，可是猫和老鼠都不会游泳。这个时候，过了一会儿， 一头牛来到河边，老鼠请求牛让他们站在它的背上一起过河。当牛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老鼠忽然把猫推下了河，自己先跳过了过去，冲到了前面，赢得了比赛。牛排在第二名，可是它没有抱怨。老虎第三个到， 他没有平常跑得快，因为他很怕水，全身的毛都被水沾湿了，很重。兔子跑在第四位，它是沿着河上的石头跳过去的。第五名是龙，它先去村里帮村民灭了火再过来的，所以它得了第五名。接下来是马。 他刚过了河，看到一条蛇下了一条，马抬起了双腿，蛇就从他的脚下游过去，他得了第六名，而马得到第七名。在他们后面是羊、猴和鸡，可是他们都不会游泳。很幸运的， 这时候，他们看到一块木头飘了过来，羊、猴和鸡一起坐了上去，渡过了河。因为羊很友善，他们就让羊拿到第八名，猴子拿第九，鸡拿到第十名。接着，狗也过了河，狗非常喜欢的水。 他在水里玩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记得说：“啊，这是比赛，我也要赶快过去。”所以他只拿到了第十一名。最后是猪，虽然他跑得很快，但是他在路上饿了，停下来吃个东西，便睡了一会儿觉。他拿到第十二名。玉皇大帝宣布，十二生肖的动物 就这样决定了。等等，猫在哪儿？这个时候，猫问老鼠：“十二生肖决定了吗？我拿到第几名？”老鼠说：“十二生肖早就决定了，我拿了第一名。”猫非常的生气，向老鼠扑过去。老鼠很害怕，就逃掉了。 直到今天，猫和老鼠不再是朋友了。这也是说，为什么老鼠总是在晚上才会出现。Thank you for listening.